下面我们交给榜首队来挑战。现在张震源的问题是顺了顺了顺了，完全顺，超顺的，哇，好顺的，对吧？张震源完全顺拐，完了，啊，不能再练了，不能再练了。好，再次欢迎来到倒着跑接力大赛的现场，开始。人生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怕被拦在终点线上。岁月能像这次起跑一样倒着走的话，那该多好啊！张震源在用一个80岁大爷过马路的姿势疯狂的后退，交接棒了，交接棒了，朗朗接到了棒。朗朗这个交接棒的姿势，让我们想到了著名的驴式。但是往前送了一下，狼哥好卖力，皮影戏跳的是真好。他那是什么钢琴王子吗？他分明就是皮影戏王子嘛。朗朗冲过了起点，他冲过起点的表现就像是一个被早晨邻居的装修惊醒的大哥，完美。在出发的地方也那么小龙，我们的戏在狼哥的出场动作上。张震源，你刚才整个人把你刚才你待会儿看回放就知道了。我对不起大家。没事没事，你是队长。我是队长。对。